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它就是这边打结，然后这样子把它折过来。啊，这边三个小心不要折到，折到它会脱离，脱离就遥控就遥控不起来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示范一下好了。对，圆的，等一下，后面要用，好像有准备，有泡棉胶带，还有泡棉胶带哦，用泡棉胶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。但是你不要先粘，因为我等一下也要看位置有关系。我先大概讲一下，我们的这个灯啊，这个是太阳，啊，如果你直接放这样子的话会很丑。啊，我们的建议，而且刚刚那底下不是有那个中间挖空的那个箭头吗？它那个其实是让光透过去，透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因为每一个跟每一个有间距，它就会向上，它光就会反射向上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个中下方，好，让这个中下方，可以吗？但是你贴的位置不是贴这里，是贴这个位置，这样可以哈。啊，用泡棉胶比较方便固定，好，好。那这个焊接的时候，医西院的好像都是好看的。没有关系，那原则上它这边都有一些席了。